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Mac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的九记和烧腊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哦，客人蛮多的，看起来蛮厉害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呢。啊，就在这个好记蛋仔面的对面。啊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烧腊。灯光看起来很漂亮。哦，烧腊看起来油亮亮、油亮亮，感觉好像很厉害啊。比较多人应该是点三宝，只有一个汤匙，没有。哦，生意好好。我要个三宝饭那样。三宝那对，然后那个加葱加辣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我先付啊。好，因为它里面声音，音乐声音很大声的，我就改外带。啊，这个汤看起来也不错了，但是可能没办法带啊。然后等各位朋友自己来试试看。啊，配菜是应该是四种。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OK， 谢谢你。好，那排队排到很夸张了，应该是蛮好吃的啊。因为我需要一个地方开箱了，那紧接着就来到这个长春四神肉粽。啊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据说厉害的是四神汤，然后其他事就还好啊。啊，长春四神肉粽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小小的摊车。好，那我叫那个四神汤跟一个肉包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重点就是这样一套了。那先吃他们的好了。好，桌上这个药酒据说是重点啊，一定要加。然后就给他加加加加加，多加一点啊。喝。哇哦，香喷喷香喷喷的啊。哦，这个药酒是关键哦，加下去味道真的变很好哦。好，又是猪肠啊，好，感觉不错哦。啊，猪肠很多啦，然后还有这个配料算丰盛的一种呢。好，那这个四神汤个人感觉口味还蛮不错的，很台式的味道。然后加上药酒之后就变得很浓郁了哦，完全这个药酒是个关键呢。里面这个有这个药材啊，因为有这个药材，所以加去就很有味道哦。好，香喷喷、香喷喷的哦。然后这个猪肠也炖煮得很可口。
嗯嗯嗯。啊，就是一个这个平价小吃啊。嗯嗯嗯。哦，赞！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。目前最喜欢的还是万华那边的那个四神汤，然后再吃这个肉包，据说肉包就比较普通一点。嗯，吃起来就比较普通一点啊。建议可以不用点，应该还蛮普通的啊。好，那肉包个人觉得分数是65分，然后汤是90分，就蛮普通的，是我个人的感觉哦。然后这个肥肉还有一点比较突出啦，肥肉这个肉馅，然后肉包还是小阿姨的好吃，然后皮也蛮普通的啊。啊，那汤头真的是不错哦。啊，汤真的是蛮赞的。哦，汤加了药酒之后真的是赞哦。好，没败啊，但是汤是清清的，完全就是靠那个药酒的力量。啊，在这个九记和烧腊啊，烧腊袭来啊。哦，还有他没有讲说光复什么挖哥的，不然我要被误会了啊。好，就顺便提到而已。好，这是改变作风了哦，吃烧腊，更正，吃三宝。然后，因为它鸭腿实在是太贵了，一份150，真的还蛮不便宜的。然后三宝110也不便宜哦。好，那现在试试看啊。不过它这个油鸡的地方是用鸡腿，所以算是差不多啊。如果说70-80块的这个三宝，有可能是用这个鸡的，就是不是鸡腿的部分。嗯。哦，口味非常的好，很港式啊。刚听老板娘口音跟老板娘口音，他们应该是香港的朋友。啊，油鸡很嫩啊，鸡皮很薄，嗯，很好吃。嗯嗯嗯。哦，油鸡相当的嫩啊。哦，这个真的很赞，嗯。啊，其实我觉得重点完全在烧腊这个部分，尤其是主餐啊。刚看到这个叉烧肉好像也蛮棒的。哦，确实很厉害啊。甜香甜香的，然后这个叉烧肉很健康，完全没有肥滋滋啊，完全没有。阿诺斯瓦辛格猪啦，嗯。啊，但口味是很棒啊。再来是这个鸭肉，看起来烤得很入味的感觉啊。哦，哦，它鸭肉很香啊，嗯，哦，很好吃呢。哦，下次我受不了，我要点点看它鸭腿哦。这个三个肉里面最好吃的是鸭肉，嗯，好香啊，嗯，啊，不愧是这个香港的朋友，非常美味啊，而且不会死咸，然后香料味道就是说不出什么香料，
真的很好吃。好，赞赞赞赞赞，嗯，这个三宝我觉得可以给满分。嗯，好，真的很棒。如果单点他那个烧腊拼盘，应该也很棒。刚镜头第一个就是有人单点，嗯，啊，都很棒，嗯，嗯，啊，这个配料也好吃，记得一定要加，很赞，嗯。吃起来爽爽爽爽爽！哦，这生辣椒好辣、啊！嗯，啊，这个便当真的很好吃，就除了这个饭比较紧一点啊，其他都很好。应该说饭有点黏啊，这样应该很明显的。好，最后是这个甜不辣。好，那主餐非常的棒。那甜不辣怎么那么软呢？好，那这个三个里面比较 NG 是这个，还有 NG 是饭，然后主餐非常的棒。好 ，OK。那剩下我就慢慢吃完，因为。再来就是很普通的进食秀，就不用看了啊，不好意思吃不完了，因为这个饭比较硬啊，哦，甜不辣太软，那这个两个我吃不完，算是感觉比较 NG 的地方。啊，那分数减下来变成88分好了啊，哦，因为有两个 NG 啊，是我个人的感觉。好，那个人觉得这个四神汤是非常的关键，尤其是桌子上的药酒加下去哦。味道变得超级好的，所以一定要加药酒，而且要加多一点，这样才香香香香香。好，那店家也非常的客气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长春四神肉粽。好，最后是这个九记和烧腊，也是非常的好吃啊，但是也许是他们的特色，饭跟这个配菜甜不辣稍微软了一点啊。好，那还有这个叉烧肉长得太健康了，下次可能各位朋友喜欢吃的话，跟店家讲说要稍微肥一点啊，都很瘦，这样太健康了，哦，但是口味是相当不错了，哦，好，好，赞赞赞赞赞啊！好，那就在这个很漂亮的招牌灯做 Andy 啦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两家都不错，就是看你怎么选择。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